包含吃嘛。对，但不包含药，药的话是另外的，可是他如果这个皮肤病开药是另外的。这我知道。就是觉得这边环境没有很好。你再问一下什么？因为之前养过米格鲁，然后它都很容易在床上，就是很容易就有湿疹，没有的要擦药，不然它就抓的每天的。